再来看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夫人陈焕雪，伊在七号中昼来过身。亲民党嘛证实哦，家属是拢陪伴伫咧身躯边。宋楚瑜是真悲伤，为着要符合陈焕雪亲切低调的个性，嘛无拍算要设灵堂办公室。啊，宋楚瑜跟陈焕雪结婚经过44冬，就算讲宋楚瑜在政坛起起落落，啊，不过你当看到陈焕雪陪伴伫咧身躯边，嘛令素人印象真深。人家万水姐姐宋楚瑜夫人陈万水，伊在集合在北投核心病院过身，享年72岁。早在了6冬前，陈万水就传出调岗的消息，马真济解开刀。啊，不过当时宋楚瑜当在选台北市长，虽然是败选，啊，不过宋楚瑜在发表的感言当中，嘛无袂记要讲到陈万水。潇潇洒洒的陪万水走我未来人生的道路。这段未来路，在6冬了后，宋楚瑜再度参选2012年的总统大选。啊，不过人破病的陈万水也是帮忙徛台。大家加油！陈万水亲切的作风总是受到民众的欢迎。今年1月13日陪宋楚瑜投票，是最后一个出现在镜头前，走路较慢啊，身体较瘦啊，啊，不过亲切无变，嘛主动扛支持者握手，有人就是要爱万水姐姐的签名。1998年，陈万水跟宋楚瑜在美国结婚，宋楚瑜在政坛起起落落，陈万水总是守在伊的身躯边，守护宋楚瑜走过44个年头。家属均随侍在侧，至为哀痛。两个人真难得对唱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嘛见证宋楚瑜、陈万水两个人牵手一世的亲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